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哎呦，老师，我好想去吸大条。今天老师要教你们吸大条。原来宪哥一个晚上可以七次是真的。愤怒的情绪讲出这一句台词。哎呦，我最爱看大哥费洛蒙。来跟你这个讲解一下，大哥费洛蒙是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点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相当受欢迎的。现在每一期的这个点阅率大概有大概1000多的点阅率，很受欢迎，1000多还没有破万，等你就等你来帮我破万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好演，你要很气怎么？因为你会很愤怒，大哥费洛蒙，我怎么会喜欢？我为什么要在电视上说谎呢？所以为什么会喜欢看？你们。我最爱看大哥费洛蒙，好的，好生气啊！有那么气吗？生气有。你那个表演有一点点是在玩重音游戏。大哥费洛蒙，大哥费洛蒙，大哥费洛蒙，大哥洛蒙，大哥费洛蒙。综艺游戏其实是生气的，真的。综艺节拍王哎，东北出来啊，做企业哦。好，请回，请回。黄珍妮小妹妹，来哇，愤怒。好白痴的一句。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条脊椎。这真是很废，很废的一句话，废话。很生气的讲废话，很废话。那句话啊。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条脊椎。卡 ，OK， 还不错，都有。但是他加持，他加每一个都有，每个成功的男人都背后抓得很严，我们严格执行，严格严不能改台词，不能改。对对对对，要公平。OK， 好，可以哈。哎，慢停慢停啊。哦，好有难度的哦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好难啊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哎呦，卡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上亏啦，输啦 ，OK 哦，有呢，我上亏，哎呦，怎么会讲说你到底在气什么？对，我哦哦 ，OK， 我。哦啊，很适合你，很适合你。你怎么可以吃兔兔？兔兔这么可爱，你怎么可以吃？准备。很爆发力，爆发很有，瞬间的，有一种瞬间爆发，这种有爆发的。我有吓一跳。下面，搭配愤怒可以适时的把衣服撕掉。哎呦，这个他是没问题的，他有写这一书嘛。好客愤怒，怎么会把我拼了？以前在民间的这种事情讲出来，这个是你怎么呢？我以前在学校里面当音乐老师嘛，是，对啦，是，因为我爷爷是那个山东人嘛，腔调，我知道，讲话就是有一个腔调，哎，那第一堂课那个乐理课嘛，音乐老师，乐理课，音乐老师我去上课去了，对对对，结果呢，站到台上的时候，第一课讲完，校长就把我 fire 掉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咋啦？各位同学。你们好，我是吴老师，你们的音乐老师。哦，老师，今天老师要教你们吸大条。老师，哎哎哎，什么啦？你要教什么课嘞？哦，吸啊，教你们吸大条。老师合你哦，口音哎，好，好。然后嘉佑最近还有演 BL 剧，哇，那太适合了。什么啦？太适合了。BL 剧需要音乐吗 ？BL 剧要音乐吗？对，酝酿酝酿酝酿，三、四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老师，我好想去吸大跳。卡，他
说我好想去，他说我好想去，所以我说他讲哦，我听到去，咬牙切齿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教吧，他必学了，哦，是学了，学学学学，真的是 B L G， 然后请请回吓我一跳，好，请看，也是有爆发力的。你为什么长得像查婉珍？新闻事件，对，新闻事件。你为什么长得那么像查婉珍？咔 ，OK， 我最厉害的是不能笑。以为得了绝症，后来发现医生拿错报告。这剧情内容，哦，剧情，对，OK。得了绝症，结果一次拿错了报告。OK， 好，了解。没有想到，我居然有一双找不到脚踝的小腿，还有你大腿，最练心的大腿，还有一张找不到脚踝的小腿。我有剧情是这个，嗯，好不好？但是你可以加入自己的词来演绎它。没想到，我是一条没有脚踝的小鸟。你是看错的，没有脚，没有脚踝的小腿，没有脚踝的小腿。对，我刚刚一直在那个，因为台词是辅助的嘛，哦，对对对，有道理。没有脚踝的小腿，弄到没有小鸟了。对啊，小鸟基本上脚踝好像本来就。哦，这位大日本要迈向11周年了，喜极而泣，这个要喜极而泣。综艺大人们，终于要迈上11周年了！好可怕！哎，我们节目是不是鬼片？是不是啊？你好可怕！我们节目有多恐怖？哎，有那么恐怖吗？毛骨悚然。回看到会怕你啊！原来宪哥一个晚上可以7次，不是 ？B L G， 什么 ？B L G， 还有加油！你真的很棒哎 ！C 大调，朋友，你的题目很有缘分。你年底到底要演哪一出？我一定要看。不是骗人，他真的可以哈。酝酿三一二一。原来宪哥一个晚上可以7次是真的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个路线我有点抓不太到，要怎么？不会不会 OK 的。他很厉害的原因是他虽然就有一句台词，可是他在台词中把他跟你的关系讲清楚，是这个不容易，是攻受攻受之间的关系。江满婷，江满婷，好，请准备。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？Part 2 Action。
拍摄哦，请问你家有啥物好料的，会当捧出来我吃啊？我吃了以后，对你印象也足好，而且我各位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。看你介意啥物款的啊？我拢有办法满足你。我甲你讲，酸甜苦辣，小的甲冰的，唔知你敢有咧打，甲试看卖。拢来，像你这尼好物件，拢总甲我来。敢若只有我，绝无仅有。直接炒饭吧，比较快。嚯，